常的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浙江同乡会，邀请 Well, I have to say 浙江同乡会估计是我见过这个布置以及音响设施最棒的一次，最棒的一个，对，所以我今天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有那么好的一个 speaker， 对我来说我也是演出这样的能有这样的演出设备，我也是非常的开心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想先带上一首英文歌曲 Chandelier， 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静下心来的听这首歌曲，谢谢。
我的身边。